光之银河联邦信息。关于过度你应该知道什么，来自高密度博客。现在要了解的重要事实是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时代。我不是在谈论世界末日或太阳耀斑会导致地球崩溃成尘埃，我说的是当我们与更高维度的现实交互时发生的更微妙的变化。过度就在我们身上，即将到来的维度转变第五维度很快就会发生。第五维度的振动频率会比你习惯的要高，你将不得不加强你的游戏才能使用它。这种转变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黑洞或一个起点，在它的另一边是另一个现实。从这一侧，通常看不到新的现实，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看到它的中心有一束小光。这盏灯表明你进入了另一个维度，时间以不同的速度移动，一切都同时存在于它的各个方面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这将非常令人兴奋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在许多现实中发挥作用。这是我们这一生旅程的一部分，我们都将迅速改变。为了实现这一点，我们的意识必须发生变化。只有当你意识到你没有与上帝或宇宙分离时，这才会发生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毫无恐惧或毫无担忧地进入其他维度。实现这一认识的第一步，是接受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，并使用你的精神礼物和你的智慧。你必须学会如何运用你的直觉，并从你自己内部、内在倾听指导。一旦你意识到这个关于你自己的真相，你就可以开始通过冥想和祈祷来发展你自己的属灵恩赐。这个礼物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它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听到比我们先行者的声音，并从他们的智慧中学习。你被赋予了一组新的能力，使你能够在更高的维度中发挥作用。你的意识现在相当先进，因此你可以与你的精神导师一起工作，他们现在比你先进得多。你也被赋予了一个与你一起工作的灵魂团体，并被分配帮助你在你的三维生活中进化。当你经历摆在你面前的生活体验时，你会发现这个灵魂团体非常有帮助。有很多老师有兴趣帮助人们学习如何使用他们的新能力，但是我希望这样做不会打乱你的生活节奏或减轻你的日常责任。我知道如果我教得太多太快，只会让你感到困惑，并导致以后遇到困难。你们现在需要自己的时间，不要试图一次学习所有东西。就凡事是基于分离的，我们认为我们与自然和彼此分离，我们相信竞争和战争是人类征服挑战的唯一途径，我们认为有赢家和输家，人类之间或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没有平等或和谐。我想让你们明白，一切都是一体的，没有我们对他们，只有我们。我们所有人在一起，与上帝、最初的创造者、源头能量、一切万有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一切是一体的。分离和二元性的旧范式正在崩溃，此时人类正在学习一个重要的教训。实现我们的神性，我们与最初的造物主的联系，以及所有存在的教训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，以及我们如何在实现我们真正潜力的过程中互相帮助。这个教训
已经存在很多年了，但随着我们经历这个转变，它似乎来得更快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与一切事物的联系时，我们也开始意识到我们对彼此以及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负有责任。当我们从一种现实形式转向另一种现实形式时，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学习新的课程，并适应新的方式。我们之前经历过很多转变，但这次不同。这是不同的，因为世界发生了变化，人类本身也发生了变化。世界正在发生变化，因为人们正在学习如何与他人共处，以及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课程。人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以飞快的速度进化，但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按自己的规则生活的地步。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生存下去，我们就必须学会与彼此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。人类在这个时候正在进化成新的东西，比以前更大的东西。我们正在与最初的造物主和所有存在的东西合而为一，不仅在地球上，而且在整个宇宙中。我们非常爱你们。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。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。我们是银河联邦。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